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。李香琴1961年嘅演出有：一、儿女作兵人；二、夜雨秋灯；三、三宫六院斩胡飞；四、秘密情人；五、红炉火；六、飞天小侠；七、步步高升；八、欢喜夫妻；九、女飞侠红姑；十、十年割肉养金龙；十一、古墓追魂剑；十二、孤儿救祖；十三、神蛇飞虎救正宫；十四、夜夜杜鹃啼；十五、舞头正宫教子闹金鸾；十六、血手套；十七、天赐福星；十八、儿女情深；十九、怪侠金丝猫；二十、杨门女将告御状；二十一、无敌杨家将；二十二、苗山白毛女下集；二十三、苗山白毛女上集；二十四、姻缘路情杀案；二十五、沉香太子独龙潭救母下集大结局；二十六、孤凤泪；二十七、二黑全孤；二十八、双飞蝴蝶；二十九、分期付款娶老婆；三十、金銮教子认生娘；三一、野龙怒碎金蛇塔；三十二、子母桥下集大结局；三十三、威震江湖八卦刀；三十四、小红娘；三十五、小状元；三十六、二犬神童；三十七、雷电相思救太子；三十八、玉女求王；三十九、梁红玉血战黄天荡；四十、杀出重围；四十一、仙笛神龙大结局；四十二、活骷髅浴血五仙官；四十三、冤魂塔；四十四、天山龙凤剑上集；四十五、彩灵宴；四十六、母爱；四十七、仙笛神龙上集；四十八、天山龙凤剑下集大结局；四十九、夜光杯大结局；五十、子母桥；五十一、夜光杯；五十二、青龙镇千霸战；五十三、一柱擎天双虎将；五十四、十载含冤为我郎；五十五、叶海为恨上集；五十六、叶海为恨下集大结局。李香琴1962年的演出有：一、罗成叫官；二、百行孝为先；三、真假洞房春；四、龙虎风云万里红；五、湖海恩仇；六、望娘滩；七、神眼峨眉寻太子；八、小偷捉贼记；九、千里送皇姑；十、蔷薇之恋；十一、夜深沉；十二、哪吒劈天救母；十三、哪吒出世；十四、金簡怒碎银安殿；十五、三告状；十六、银盒太子乞食告御状；十七、红孩儿；十八、一曲琵琶动汉王；十九、仙鹤神童救母斩蛟龙；二十、平阳公主替子受斩刑；二十一、秋香怨大结局；二十二、秋香怨上集；二十三、惊天动地；二十四、望儿楼；二十五、魔影惊魂；二十六、情泪染袈裟；二十七、梨窝一笑九重冤；二十八、美人如玉剑如虹；二十九、春满帝王家；三十、钟无艳挂碎精西；三一、孙悟空闹龙宫；三十二、黛玉葬花；三十三、门当户对；三十四、七凤斗魔龙；三十五、八大女侠闹江湖；三十六、薛门七女将；三十七、撼天雷；三十八、仙鹤神针新传上集；三十九、八大女侠闹江湖下集大结局；四十、
哪吒三斗红孩儿。好，李香琴女士的生平，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。喺下一集，我哋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喜欢呢条片的朋友，请订阅我哋的频道，同分享呢条片啦。拜拜。